七天了。厨房的外墙比较旧了，今天用粉刷把它粉刷一下。烟囱这里因为时间年代久没有用了，整个都黑掉了。这样刷白了之后，是不是感觉新了很多？拐角一直堆柴火，所以老公决定把它刷成黑色，这样比较耐脏一点。灶台这里之前的花纹都掉完了，老公准备发挥一下他的艺术细胞。之前在外面涂墙的水料在这里给它涂上颜色，大家觉得涂成这样的颜色好看吗？没有学画画可惜了。灶台涂上颜色之后感觉更亮丽了许多，经过一天的努力颜色终于涂好了，大家觉得涂好后的样子好看吗？